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川蜀山牛腩你们应该都吃腻了哈，今天我们尝试哈广式的酱焖牛腩，酱香浓郁，软烂化渣。开干，准备一块上好的牛腩，半肥半瘦哈，吃起软烂多汁又不柴哈。先洗一盘菜，这个就感觉跟牛五花是一样的哈，牛五花。先把牛肉盖到，再切成大坨坨，尽量均匀点。阿公点酒，要得开干。冷水下牛肉，下入葱姜料酒去腥，烧开小水，准备一点辅料，葱姜蒜，切成大颗颗。再点半格香叶，两个干海椒，再调一个酱汁、料酒、生抽、少量的老抽、猪口酱、海鲜酱、甜面酱，一比一的比例哈，三酱合一，绝对好吃。出水以后捞出备用，用清水洗干净，全部。烧油，油温七成，下姜蒜，加牛肉，一起煸炒，再下入调好的酱汁，煸炒一分钟后加入清水，再放点蚝油提鲜，冒冒烟调味，烧开后转小火，先煮40分钟。再灌两个红萝卜当配菜啊，一是口感比较香甜哈，二是比较省钱哈，全部是烧牛肉有点贵了哈，哦是吧？再切成滚刀，给我手机看嘛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40分钟后下入红萝卜，再烧20分钟差不多了，先煎出大料和海椒。最后大火收汁，最后再放少量鸡精，要得了，七哥。最后点缀葱花一把，香菜两根，这样一份广式酱香牛肉包送给大家。我爸爸做的菜可以吃三碗饭。就这个广式酱焖牛腩，我厚几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哟，我来请哦。要得，开干。走。看到牛肉、萝卜，两样都好吃啊。哎，这两天萝卜盛产了，天天吃萝卜啊。他牛用来白萝卜的。啊，红萝卜甜一些哟。这个风格跟放豆瓣酱味道又不一样哈，就是广式做法，晓得不？酱香味非常的足啊。牛肉以前是要点凉的。牛肉。哦，拿起油，要不然一些笼罩你也不行啊，牛肉。这是拿那些拿啥子？还吃火锅是吧？这什么叫吃啊？这牛宝贝啊。嗯。而且以前造孽看比以前好造孽。之前是浪费了，晓得不？现在是物尽其用，啥子都会变成美食啊！你吃不东西。嗯，以前还有啥炒火锅的，就说没得嘛。那牛肉贵很，人家炒火锅的。来，我请我。那红萝卜真少了。嗯，好好，非常甜啊！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富龙这些观众们，我大明，我们两个人，拍了个拜，耶，张牌子了。